大家好，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中国古人对梦见乳房的解读。一般来说，梦中女性的乳房和胸部主要代表性爱、性欲、母爱、母性及女性化等几种意思。如果你梦见的乳房和胸部很美丽，那是个非常好的兆头，除了暗示你的愿望可能实现之外，还预示你的身体很健康。以及预示幸运、幸福即将降临到你的头上。梦见乳房下垂，暗示学业方面的运势将下降。不知何故，你的记忆力徐然减退，英文单词、化学符号都无法记牢，因此相关科目的成绩将全部退步。梦见乳房变大，表示健康状况欠佳，由于偏食，有可能疾病迭代，可能会为贫血、头晕目眩、关节炎、牙疼等病症而受苦。此时你千万要小心，梦见乳房变小，暗示异性运将衰败。也许你暗恋的人由于其父亲的工作调动，最后会离你而去。如果在梦中只是发现自己有三个乳房，而非触摸或被人触摸胸部，则有隐喻的味道。也许你会觉得自己缺乏母性、母爱这些女性特征，例如你会觉得自己不够女人，没有女人味儿，吸引不到异性等等。你潜意识渴望能有更多的力量和理想的环境去发挥女性本能，又或是母爱的本能。好，这次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您的观看，再见。